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水彩画家陈树强。这次呢，非常荣幸受邀 ArtLife 的邀请，出席 ArtLife Festival 2018年的一个盛大的水彩节。那这次的水彩节呢，将在今年4号至7号10月在墨西哥举办。那我这次呢，受邀参与的，除了展览之外呢，我也当场呢会有一些示范。跟一些工作坊，欢迎大家可以前来参观。这次呢，参与的画家呢，将近有30位左右，都来自世界各地。那这次的作品也相当的丰富，将近有160幅左右。那也在一个盛大或者一个美丽的展览馆展出。欢迎大家在来临的10月关注我，前往参观。这个 Festival Alive 将在2018盛大的举办，欢迎大家，到时见，谢谢。